我们这个昨天哈，我访问这一次啊，这个受害者洪石城的千金，好，洪石千小姐，早点了，哎，那洪小姐一共，其实咱的作者视频啊，今嘛其实是靠你菲律宾，好，那即使咱救咱的政府，咱的政府拢救袂倒来，咱都要上钱去来救会倒来。我想请教潘委员，刚知影讲有咱今嘛有偌济视频靠你啊？大概有这个。政府官方的资料所统计，哈，甲这个屏东一个文学家叫陈冠学，他所统计，大概1968年到1982年的这当中里面，大概和菲律宾甲印尼共同抗议的船大概1000只，差不多3000个人。张我伫一个优待内底，啊，拄啊看到许浩，迄个许浩平，许浩平，个人是台视咧做主播，有一摆去菲律宾采访，拄拄啊，迄个采访的当中内底，遐炫耀讲伊偌厉害，偌厉害，离菲律宾的当。会当只手遮天呐、啊，带伊入去去迄个看到迄个家那看，迄徐小平入去看惊一下，讲规个内底拢关台湾渔民啊，哎呀，规个几百个伫遐啦，啊，所以伫迄个阵，我感觉迄个是一个足震撼的一镜头，迄是我没有看过，我第一次看到24年前，24年前的一个镜头，我甲徐小平讲，哇，这非常震撼。啊，当然伫这当中来，我必须爱讲很恐啦吼。咱即摆渔民都当着，而且咧，为什么这两代志是大家新仇旧恨一直累积呢？大概以目前咱台湾渔民都阿家属遐讲的以外吼，大家面对真侪困境。第一呢，就是讲伫这个南海作业，即摆面对的是越南、中国的铁壳船，去甲你崩，然后呢要掠夺你的渔具、渔获，甚至啊渔船啊，这个是公害哦。对，好，在南海的地方，那么在菲律宾。印尼这个外海的附近，在经济海域重叠也好，或者在公海也好，因大概有三组人，第一就是海盗、海贼，啊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是这个有合法保障的公务船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即时性海巡的，一个是军舰。那么这两部分人呢，是公然的掠夺。台湾刚刚在这个当中去有掠夺，有够侪人的东港修理桥渔船啊，这大部分拢是一个渔场。那怎么掠夺呢？这非常可恶的。我就接到这一个家属，昨天有一个洪船长哈，他的一个阿姐，在去年呢也是在公海航行，但是他没有作业哦，就是来接着公务船来炸了，用临检的名义给你临检嘛，临检员吗？啊，菲律宾，等于哎你的资料不吻合怎么样？一开口 money，就是要你钱，然后给你一个银行账号，或者这个银行账号呢，指定你要汇到200万汇给这个账号，然后代票啊，对，然后传扣的，这个人呢要求你当场打卫星电话登去台湾，给你拍登卫星打台湾的台湾每一个家属出来拿特爱，就咱这个家属出来，你绝对出来一支卫星电话，好，因为紧急要通报，他不会先通报渔业电台，先会通报家里面，包括什么代志啊，关键。四处去去要借这四处借钱，赶紧回馈，伊也存六磅。这个新年龙号，这个准。啊，我那钱。叫做洪明士。哎。啊，你若无钱，就是准备好，特别好压，啊关拍，甚至内底足侪咱遐渔民呢，好压伫遐当中呢，你若无钱，就是甲你关拍，照三顿工。等你放钱，等你提钱来。是。这是一项，佮另外一项呢，讲一个较这个主题较无关的，就是咱即马。目前伫即个印度洋作业，咱即摆谈拄啊，加上遐个船啊是 CT4， 就是100吨下50吨上，60吨的嘛，伊个60吨。对，啊，大概 CT4 的大部分会当载到啊哥斯达黎加啦，到这个啊大西洋啦、印度洋啦、西太平洋，大概即摆目前海域比较危险的，就是在这个印度洋，加这个菲律宾卡加哈，这是两个上危险的。咱政府常常发生的代志，但是呢，一直拢无爱处理的。这个海域呢？已经，咱足侪，你会记哩，叫索马利亚海贼掠去了后，啊，这迄个武装的迄个海盗船，结果互弹死几下个，吼，咱的渔船啦，吼，结果咱即马鼓励当地渔民，你敢知影讨海？讨海爱讨甲，一甲天公伯啊，车拼爱卖命，车拼以外，拜托神明保庇以外，爱搁叫啥？请佣兵，即马请斯里兰卡的佣兵呢，24小时武装，武装。那咱请斯里兰卡？没有错。一粒开一粒枪支偌济钱？船东要交付啊！伊干那卑微的，我只要抓鱼而已。那因为那边海盗猖獗啊，你没有打几个海盗，他照样被抢。那现在印度洋那个保温稳定安全的，现在一个完全不定时炸弹的是在南海，在菲律宾一直到罗南瑞加，中国的铁壳船、越南的铁壳船也好，那是最可恶的是在哪里？是在一个菲律宾。最后呢，台湾的渔船
常常开玩笑讲，伊若出来讨伊，讨迄个出来出里，迄个出来海咧去掠伊呢，等于车顶咧船顶爱炸一台 ATM 的提款机啦。啊，不但爱用钱脱不以外，但红烧以外，如果碰到海盗，碰到这样的一个公然掠夺的，你要赶快，你要多少钱赶快给你。嗯，那如果没有在炸这 ATM 提款机那边啊，就比担心。嗯，马上那个船被拆解，这东西被掠夺，人被抓去关。目前呢，关在菲律宾里面，就我们保守估计，在老挝、在马尼拉或者在各个小岛，最起码1000人以上。台湾呢？对，然后呢，在这当中里面，很多官方是不知道的。我相信家属，你看你就清楚的。发生代志就是司法解决，一定是叫代理商啦，吼去司法去处理，花钱就是了钱消灾去谈，安尼。但是呢，这时候我们要问政府在哪里？啊，那安尼想那够有1000人关在遐？零零散散，它分布在各小岛，分布在各小岛。几户袂出来？啊，恁敢有听讲什么人、某咪人几啊年出去都无回来，够安尼？诶，是该炸啊，炸主心啊，无问题好。以前的资讯也无电，以前资讯也较早无卫星电话啊，卫星电话 SV 这种以前没有航程记录器，没有 BMS， 没有 GPS。啊，你讲听讲都某咪人阿叔啊、伯公啊，都拢无转来啊。那是捌听过啦，介久的以前啊，迄种嘛消息都无去啊。嗯。啊，所以讲讨爱主地，阮的主地无爱讨爱，就是安尼，无好讨爱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算少年的船长啊，吼。要算算的，讲介绍咧，然后要算老也无老啦。嗯嗯嗯。我那划船那划30年啊，做兵倒来我搞划到进来啦。潘伟，你头下讲，咱用斯里兰卡用兵哦，开1000多只，还是一个千几多只？这照算啊，这是公开，而且这个代志协助嘛，知影。嗯。所以我嘛要求协助。啊，你讲的是用一粒千几是偌济？哦，一般啦，才分大概1块啊2块美金啦，吼。嗯。这是迄船长甲我讲的吼。哦。伊嘛真无奈，我事后甲因讲。啊！你讲嘛，偷爱吃佣兵，用无法度啊，随时命嘛无去啊，所以必须爱自保，所以他们宁愿花这笔钱。啊，想要海巡署刚才在24海里呢。啊，这就是咱自我设限，自我设限一个所谓法定执行线嘛。所以我们要求要废除这个法定执行线嘛。这是咱自己自我设限。那你在桥轨的对吧？绝对也在桥轨。那你经济海域200海里的啊？来，大家看一下，200海里啊，不是24海里啊。他都啊，这个家属听有讲。讲咱会到24海里尔，所以若要24海里啊，咱家己的海巡署吼，其实位伫遮咧村落尔，富裕。但是台湾海峡我知影边啊无鱼啦，所以咱无去遮讨食，咱无法度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无人保护啦吼。那我先请教一下赵文兄吼，你这个是啊退伍的这个上校，我们的武力是输人家吗？我们武力绝对不输他们。我们的武力在东南亚跟越南有变，东南亚所有其他的国家全部不是我们台湾的对手。我要在这说一下，40年以来啊，我们看了 show me， 看了我们的渔民被欺负，我们当军人你心里面一把火在这里烧，烧了很久了，气了很久了。以前陆战队在太平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菲律宾根本不敢嚣张。他的船只要靠近我们太平岛，进入我们火炮射程，我们就开炮。你再进来，我们那个快艇架着机枪就冲出去追着他们跑。那个时候，对，那个时候这是民国65年以前的事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的渔民来跟我们讲，他们菲律宾这个垃圾国家、这个强盗国家、这个土匪国家，他们这些官员根本就是跟土匪完全一样。他上你的船，哇，你这些形容词都用出来了。哎，他上你的船，他除去要你的钱以外。所有东西，连手表、戒指、链子，全部给你拿光，渔获一并给你拿走。啊，你要敢稍微有一点不对，他把你人杀掉，把你船弄成泥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啊，因为菲律宾这个它有很多个岛，那里面很多就是土匪驻扎，他们干什么？贩毒啊，这个造枪啊，它是我们台湾这个黑道枪械最大的供应军火库啊，就是菲律宾啊。对啊，以前我们如果要走私枪支，都去菲律宾买。对啊，而且很便宜啊。一支10000多块来台湾一卖就卖15-20万了。对，所以那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法治、这样烂的一个垃圾国家。对不对？所以他现在就只怕凶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其实这次事情，我们呢，我们是我们国军官兵是热血沸腾，是准备要打他们，是有这样，我们有部队是战备部队，叫做应急作战部队，就是24小时随时出动作战，海军也有。海军也有，随时就可以出去。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盟邦关系的关系啊，就像菲律宾跟美国是盟邦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跟美国也是盟邦，
我们有什么动作的话，美国人都会来干预。好，那我请教一下陈太太哈，你啊，这个你给我一进前，刚才讲这个拖海做一样。傻傻的，那时候不晓得。你是东港人吗？哎，对。哦，可是从小也知道很多渔民的生活，你都了解吗？嗯，对。啊，他如果跑在船上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啊，不知道啊，就是莫名其妙让他拐走了。是相亲还是人给你介绍的？就是我们两个自己认识的啊。怎么会认识？他都在船上。就亲戚，他回来的时候就亲戚介绍这样子说，这个是某某人这样子。哦，你老师你几岁？17岁。哦，又记得哦。就这样傻傻的被他拐走了。再见伟哈，休息辛苦。你要我跟笑脸。船长也晕倒了哈。啊，都爱人，都爱人，他干了。